À droite. Deux fois, voilà. Quoi? Hein? Hein?再碰，应该不能慢点放起来哈，就是专门是俺们压着你客户看去了哈。嗯，两个门也放起来，也断了老东西。嗯。你那墙都出去太多了，你看那墙倒哪去了？你还给俺挑，你看你那墙出手到我来了。不管我们说装修说一遍了，不管自己也是，不让客户那装修不行。你这一装修客户那一看。主要别看我这一看着你，对吧？不管发款还是快了慢了，反正差不多好的啊。